接先看你老婆好不好？哎呦，那我会不会拍到？不会吧，你先站过去，先站过去，对，这边啊。不要拍这边，好可怕！不要摸他的头。不要。过来就没什么功能了。你在干嘛？他妈帅哥！爸爸脸好笑哎。你也打，那比较没有那么清楚。你照你自己，我帮你转。
这什么？花生油。啊、真的、哦？对，我们用花生油帮宝宝稍微把他的身上的胎洗稍微擦一下。本来就是阴道挤压关系，头会尖尖的，这是正常，不用去按摩它，每个宝宝都是这样子，它自己一两天就会恢复。然后因为宝宝呼吸有一点费力，你会发现它的肋骨这边很高，代表它呼吸很用力，所以我可能会让妈妈抱一下下，等下就先上去你的观察，对，怕它呼吸越来越喘，所以。妈妈抱一下下，但是等一下可能会提早上去。本来我们会抱30分钟，但是可能会提抱10分钟左右。那宝宝先上去观察，对。那观察怎么样？儿科医师都会来给你做测试。他肤色是很好，你看他。